欢迎大家收看《今天十分访谈》。我国第三季经济调查报告即将出炉。那么，根据贸公部较早前公布的预估数据显示，嗯、我们看到我国第三季的经济是取得百分之一点四的年比增长，季对季则增长百分之零点一，避开了技术性衰退。 那么，李显龙总理最近在全国职工总会代表大会上表示，我国必须为经济放缓甚至是经济衰退做好准备。是，而我国呢，会再度的陷入经济衰退的可能性吗？企业以及员工又该如何为经济衰退做好准备？很高兴的邀请到投资顾问。 骆伟松先生，骆先生你好，欢迎骆先生。琪琪你好，郭亮、嗯、你好。我们看到这个金融管理局，他、嗯、就预计我国今年全年的经济增长将会介于百分之二到二点五的较低水平。嗯。而且我们知道，再过大概十多天，两个礼拜左右呢，会有这个贸工部公布的第三季经济数据。嗯、那你怎么看？我国真的会陷入经济衰退的可能吗？我觉得是有可能的。我们看这个现在的第三季度的一个数据报告。 呃，我们的 GDP 其实上涨了接近百分之一点四，嗯，这是从二零零九年以来可以说是最低的一个季度，嗯，那全年的一个展望就是可能会增长接近百分之二，这也是我们这四年以来最低的一年，嗯哼。那我在这边提一下，可能两个原因为什么可能我们的经济，呃，会一直在滑落？第一个原因，我觉得是从外部可以看起，整体的这个全世界的经济。 目前的状况其实是不怎么样的。我们知道，全世界有四大经济体，第一个是美国、中国、中国欧洲还有日本。这四大经济体来讲，啊、呃，只有美国可以说已经在复苏当中了，但是中国、欧洲跟日本都不好。嗯嗯。那讲到这个中国，现在的 GDP 一直在滑落。滑落上一个季度的这个 GDP 报告讲说是六点九，对，可以说是这四年以来最低的。然后也提到了这个欧洲。 欧洲现在的这个呃失业率还是相当的高，而且它每一每几乎每一个月都还在印钱，来辅助这个经济。是。那我们的这个日本的状况，呃年头的时候它还是这个负增长的，所以我是觉得现在整体来讲，全世界的经济还是比较低迷的。嗯。我觉得从外来的因素，这也影响到我们接下来新加坡的这个 GDP。是。那内部，呃，我们都知道。 呃，这几年可能我们新加坡政府也采纳了呃降降温的一个措施，那使到我们的房地产的价格慢慢的呃走软，那我们有了这个七个降温措施，再加上一个我们叫 TDSR，非常有效果，但是这也影响到了我们的建筑业，所以使到建筑业也慢慢的呃走弱，所以除了这个制造业以外，建筑业走弱，可能整体来讲就影响到了这个 GDP。 嗯，没错。若先生刚才提到的这个制造业啊，<对>是的，制造业连续四个季度都衰退。是<的>那么根据第三季度这个预估数据啊，它的年比萎缩了百分之六。对。但是我们看到这个服务业却是增长了百分之三。呃，<是>这能不能是否意味着就是本地市场的需求将出现改变？嗯，确实有这样的一个状况。啊、呃，但是整体来讲的话，刚才也是有说过，其实是全球性的这个经济。 自从二零幺幺年就慢慢的滑落，那欧洲也出现了这个欧债危机，那中国的这个经济，当时候温家宝也说，呃，要打压经济，所以这也影响到了这两个两大经济体。那我们都知道，呃，其实制造业是属于全球化的一个板块，那它跟这个服务业，呃，其实呃，就是算是两个不同的板块。对对。那全球业的板块，除了这个制造业以外。 其实大众商品的领域，还有这个船务业，其实这几年都一直在滑落。嗯，那我们讲到这个服务业，呃，服务业种类非常的多，呃，但是呃，许多的服务业其实都靠着是我们的这个内部需求，比如说我们叫做 domestic demand，、嗯、所以它的直接影响不是非常的大。那我们可以看得到，比如说呃呃，现在的服务业其实走向一个趋势，这个趋势就是高端服务业。 那比如说，通过网际网络去买产品，这叫高端服务业，对。所以这种类型的这个领域、啊，哈，呃，确实保持在一个比较高的一个状态，所以没有直接的被这个经济的影响。嗯<哼>，对。另外，我们来看看啊、哦，刚刚洛仙你有讲到，我国的经济如果陷入这个经济衰退是一个技术性的话，你觉得会持续多久呢？呃，我的一个看法是，可能会维持到明年中。那维持到明年中的原因，是因为。 呃，其实我是蛮看好这个中国的经济的状况。呃，中国经济虽然这几个月一直在滑落，但是我觉得明年中可能会到一个低点。呃，根据我的调查，就是呃，中国政府其实在二零一四年中的时候在刺激经济，但是大家要知道，刺激经济不是讲说政府一刺激经济就会好转的，它需要一个过程。嗯，根据我调查，可能需要大概两年的时间。 所以，如果讲二零幺四年中开始刺激的话，那二零幺六年中，可能中国的经济就会到一个低点。现在大家都可以看得到，其实中国的政府一直都很努力，对、呃，几乎这一年就已经降低了这个利率，降低六次了。嗯，然后也一直在辅助这个呃股市，不要给它再滑落。所以我觉得必定一定会有一个阶段，这个经济走到一个谷底。所以我预测是大概明年六月。 所以这也会间接影响到呃整体的一个新兴市场的一个走势，那也会影响到我们新加坡的一个 GDP。嗯，所以我是觉得可能明年中会到一个最低的一个地位。嗯、<对>是针对这点，其实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他有谈到，他说虽然中国的这个经济增长啊、哦、GDP 在过去两季<是>甚至第三季是滑落的，但是呢，他说如果是以百分之六点九来估计的话。 以这样的一个速度继续增长的话，<是>到了二零二零年，也就是五年之后的今天，其实它的 GDP 是翻倍的，所以他还蛮乐观的。哎，确实，但是呃，对我来说，从五年前的百分之十三的 GDP 降低到现在六点九，其实已经一半一半了。<laughs> 反正不是讲说呃翻了两倍，反正是跌了一半了。嗯、所以呃，我们讲说呃呃，投资也好，还是呃谈到整体的经济也好。 啊、呃，我们是要对比啊、呃，以前到底是如何的，嗯、所以其实这这几个月很多分析师都讨论，啊、呃，中国的经济确实很糟糕，对、嗯，所以因为它已经降了太多了。是的，呃，就像罗先刚才讲的，就算预测准确，到明年年中也只是到谷底，那么所以这对新加坡经济会有影响啊。李总理就在职工总会讲了，希望大家做好经济衰退的准备。是，然后关于这个准备方面，你是怎么有什么个人的见解？ 呃，我觉得其实这几年哈，呃，整个新加坡的一个政策都已经准备了这个经济的衰退。嗯，哦，自从这个二零幺幺年这个呃中国打压经济开始哈，我觉得是呃相当的有远见的。在这边我提一下呃几个政策，我觉得政府做的相当不错。呃，第一点就是说呃我们的失业率还一直保持在历史的低点，嗯，就是接近百分之二或以下。 呃，虽然整体的经济都不好，对，但是我们在全球化的这样的一个呃环境底下，我们的我们的失业率还是算是其中一个最低的一个国家。嗯，那出于几个原因，第一个就是政府控制外劳的这样的一个呃进入政策，对政策。<对>所以我觉得，如果不是政府来控制这个呃海外的人才的话。 那肯定的，我们的失业率会比较高。嗯，呃，第二个原因，我觉得政府做的很好的就是，它有很多的这些，呃，可以说 increase productivity，啊、呃，增加这个生产力的一些政策。嗯，所以帮助了，比如说我们中小型企业，那很多的中小型企业都有很多的津贴。对，所以过了这个可以说呃经济比较不好的一个一个阶段。嗯、然后第二点就是说，它还给予很多呃免费的课程。 所以鼓励我们的国民就是去上课、去提升、去增加自己的技能。所以，比如说最近有一个叫这个呃呃、啊、Skills Future，<Fe> ature, 对不对？未来技对未来的一个培训计划，然后免费就是给我们的国民一些呃福利，去上这些呃课程。我觉得这是必须的。我觉得接下来未来的十年，我们将进入这个高科技的时代，也进入这个网际网络的时代。所以，如果新加坡要保持这个竞争力的话， 一定要就是有这方面的人才，嗯，所以我们也必须要提升，帮助企业跟员工去面对，然后转型，对不对？确实。还有最近我们听到未来经济委员会，这也是政府成立的，由王瑞杰部长来领导。A, 对，所以呃，我觉得这个这个是呃我们政府的一个远见哈，就是说在这样的一个呃不好的经济的状况底下，呃，新加坡政府还成立了这样的一个委员会，呃，就是想要去。 呃，就是去发现哪一个未来可能会发展的一些领域、新的领域，然后创造新的就业。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步骤。所以在明年三月份的时候，我们将会看得到这个，那、呃、大概这个整个走势、整个报告。嗯、身为一个企业来讲，我觉得这个也是呃必须留意的。这个报告大概也会呃呃展望到，一旦周边国家包括中国经济起飞的时候。 他会有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对吧？是的，我觉得他会有很全面的一个报告。是的，所以在这十年、二十年，很多时候就是新加坡可以前瞻，就是因为他们未雨绸缪。未雨绸缪，对。是是是。所以不管是中国的崛起啊，还是什么，就是新加坡可以看得到这个未来。我觉得大家要留意啊，这方这方面的讯息。是，罗先，请您最后预估一下今年二零一五年我国全年的经济增长预测是怎么样的？因为金管局一直不断的在下调。对。 那我觉得现在因为呃中国还是一直在滑落，所以呃也不知道几时到底见底哈。那我虽然估计这是明年六月，但是我觉得这几个季度可能新加坡的这个 GDP 还会呃相当的不好，嗯，所以大家要有这个心理准备。嗯，那在这边可能也呼吁大家，如果呃投资这个股票或者房地产的话，嗯、那接下来我们的这个利率将会提升，对，所以大家如果呃。 有投资这些方面的话，也是要非常的谨慎跟小心。是。那作为我们国民，如果假设我们有一个呃金融萧条的话，我们也要自己提升我们的技能，啊、做好心理准备。哇，非常,<对>非常好的忠告跟见解，谢谢骆先生，谢谢骆先生你的分享。观众朋友，如果你想针对今天话题提出谢谢您的看法，欢迎到《狮城有约》面部网页留言。广告回来是第二段的新闻，我们回头见。稍后见。